OK， 那么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，所以我看差不多都是滚了，所以刚刚好了我们的水，不然就滚出来了。你看，已经是在这边了它的水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去做工回来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试吃了。那我等一下做工回来试吃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哇，你看好多那个芦荟，嗯，迫不及待的要吃了，可是现在要出去了，也要做工。那等一下我们晚上回来吃的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OK，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它的渣全部拿出来了，我们把它分开，所以现在这边是全部可以吃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有板丹。然后梨子昂洲我们已经拿出来了，就是要丢掉了。然后我现在准备装一个自己喝的，然后我把它放在冰橱，所以等下冷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吃了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在冰橱先，放在旁边。如果你们要喝冷的，就讲把它放在冰橱。现在是没有太烧了，就是温那种。OK， 那么我已经刚才已经放在冰橱的那个桶水，现在已经在冰橱拿出来了，然后我要把它装在盘，然后要开始试吃了。哎，所以我已经刚从冰橱拿出来。好多料哦。有鸡鸡啦，龙眼啦，芦荟啦，然后还有它的水，哎呦，还有很多哦，我以为没有了，把它倒出来全部，没浪费，所以就不要浪费去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我的女朋友一起试吃。所以十分的话是几分 ？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试吃，所以我给我的女朋友先试吃，来吃看好吃吗？有芦荟、甘甘、奇迹，这样，味道的人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然后它是怎样的味道？糖水的味道。啊？什么味道？糖水的味道，糖水的味道，所以十分有几分？那个我有毒哦，我要给我自己九分。所以我们有九分做了，所以是九分。OK， so 来，现在到我吃的时候了。所以现在到我吃的时候了，所以我们就吃芦荟，还有它的水一点点。好吃吗？还有芦荟那种黏黏的那个，就有那个芦荟的黏黏的那个字在那边啊。然后可能我个人吃那个甜的度是比较高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甜啊。然后单单喝水看，单单喝水是好喝的。当然喝水是好喝，然后如果我掺盐盐，还有芦荟，还有昂洲一起吃，如果一起吃的话是没有什么甜的哦。如果单单喝水就，如果单单喝水是有那种甜度。如果掺芦荟一起吃是没有什么甜呐、我觉得还可以放更多的糖。OK，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煮，所以下次我们会煮得更好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吃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。OK。